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玉人晚上好，谢谢思源送的三封。是求淫欲吗？晚上好，谢谢思源送的海星。寄送时间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在设定那个，然后突然忘记到底是什么，就是那个标题什么，因为我换手机了，大家，我终于换手机了。然后刚刚，然后我就以为就下载完，然后登录完就好了。结果我刚刚要开的时候，发现啊，标题就那个直播的标题，我想说，我的标题什么？然后在那边想很久，找很久，但是我还是不太确定到底对不对。我真的想很久欸，那个我刚在那边用半天，用很久，然后就迟到了5分钟，抱歉各位。谢谢北极星送的三封，恭喜我换手机，耶，开心。我欸，昨前天礼拜天换的，被垃圾车载走。来自大吉，终于给我换手机了，没错。哎呦，这荧幕超大的，好快乐哦！荧幕超大，对呀，我换手机了。谢谢 Tomo 的枫叶，哪只是那个 XS Max？就听到被垃圾车载走，哟！我没有被垃圾车载走啦，只有五分钟。顺便搞换，没有啦，平板没事，平板没事。不仅有学校，还换手，就是因为有学校才能换手机啊。感觉就好的，你要换 OPPO， 这么讨厌我就离开？没有，我没有被载走，好吗？OPPO 感觉自拍很赞，就自拍的话很赞的感觉，应该吧？台中，我哪会每个礼拜都去台中玩？想说我改时间了，不好意思，抱歉哥，我真的在那边就突然卡住，想说啊，完蛋，那有标题这东西，拿到再跟我分享。好的，好的，是新耳环之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新耳环，有小翅膀的新耳环，这边。这样这样这样，蓝色的很可爱。卡丘晚安，好多发夹，三个。但不是蝴蝶啊！谢谢卡丘送的三封。哎呀，按到。鼠显吗？你好，讲三个，然后毕业，什么意思？三个，监狱还是一样漂亮。谢谢琪琪。会考当天要吃什么？熊妹吗？会考当天哦。我那时候是吃，我那时候吃什么？好像是 7-Eleven 的那个荞麦面，
荞麦面，我现在讲荞麦面会想成荞麦面，已经。额头还是一样诶，脸怎么感觉更圆了？有吗？因为这边夹起来了，就变成扁扁。对啊，被面洗脑，真的是他好像是荞，到底正确的是荞麦面还是荞麦面？那边想。我要瘦脸，诶，这样有用吗？诶，有诶。大眼，哦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哦，回去，我在玩他的美颜功能。大学确定了，有学校念了，正取16吧，200多人。里面我正取16，真的不是很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反正我也难得这样的。然后面试92分，诶，我有讲过吗？什么最后一个正取？他正取有67个，我是第16个，我是。诶，我想一下，面试92，然后背审89分。对啊，是不是算前面的，对不对？我拿到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班嘛，然后有3个人包含我有填那个科系，然后。就那个校系，3个，我们班25个人，然后3个人就刚好，我的朋友们就是加我3个，然后有去填那个，然后我是16，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正取40几吧，30几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被取29，所以我是最高的，我是16，有人要指考，好像有2、3个吧。3个左右，谢谢云星送的3封。刘海是偶像的灵魂，你爱刘海，可是刘海真的，我刘海在这，刘 海很难顾哎。我上次那个动漫节吗？动漫节。然后刘海就直接贴着，因为刘海就挑完，然后贴着，然后就想说，我绝对不要再剪刘海了，所以我就留了。刘 海真的很难顾啦，而且因为我的头发是自然卷，所以我刘海就是，比如说夹卷不，通常大家的卷不都这样吗？不是哦，我会往这边呢、哦，我会往这边卷呢、哦，我会往左边卷呢、哦，然后就很丑，就我头发自然卷的关系，发质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剪刘海，要放飞早就放飞了，怕眉毛跑出来，真的，那这样你看就是刘海很累，有刘海很累，为什么？阿 K 是去剪刘海，是不是？刚剪完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就会剪到太上面。有换手机？有啊，我换手机了。我换手机了，去修。果然，真的有时候那个剪刘海，那个刘海有时候真的会跑到眉上。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垃圾车特别大声？有吗？我觉得他今天特别大声。新手对啊，妈妈给我的，你都可以自由收放。额头会占脸的比例很大，还好啦，333，我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我的超刚好，我的就是333，就是333，111，三分之一啦，就是。
每个都占三分之一。今年的考试，说看不，你说那个吗？那叫什么考？那个考没有，那个比例是真的是一样的。你看，就是额头到眉毛，然后眉毛到鼻子，然后鼻子这边到下巴是一样的，看起来就会很怪。有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真的，而且我那时候剪了刘海之后，大家就问我说："你为什么要剪刘海？"然后就大家都很崩溃，比我还崩溃。然后想说："怎么刘海不好吗？"他想说："你这不适合剪刘海啊。"然后我就："好的，好。”大家今天垃圾车真的很大声，对，我就觉得今天超大声的。课都没看完，你们是要考那个？那是什么？法律吗？比较喜欢没刘海，谁说不是？神友很多哎、欸，超多的都没。我剪完，然后大家说你疯了，然后大概这样2:8吧。2:2说我有刘海比较好看，然后8说我没有刘海比较好看。偶像最重要的不是刘海吗？肉肉说什么？肉肉就说你就剪啊，那就他每次都讲你就剪啊，去啊，你去做啊，去吃啊，去啊。他每次都讲去，他不会说不要。偶像最重要不是啊？可是我的偶像没有刘海啊！你们都忘记我是像那个 Tomo 井，是我的偶像。我加入 AKB 是为了他。突然。肉肉是让我亲身体验，他每次都说去啊，走啊，一起啊，可以啊，继 续露额头，我觉得很可爱耶，我觉得雨晴露额头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我那天就练习，然后看到他就绑那个嘛，就是他们。就是你们看到应该也是一样的，就那样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，好可爱哦，很可爱，我觉得。他们请个爱吧，比较想念哪一个？你有必要这样问我吗，玉人？你很坏哦，但一次见到最好。就要走板野风格，一开始，我那时候一进来，然后那个。设定就是对，可是今天的妆完全不符合白眼粉，因为我今天没化什么妆啊，我今天没有化什么妆，妆的话没有，应该是说，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就是发展的走向。板野由美，对对对，团里被定位什么担当跳舞，我也不知道我被定位什么担当，可能对跳舞可能炸鸡，但想到吃的就会是我啊，那还有腹肌啦，对啦，腹肌。辣台没味 好啦，也是啦。突然想到，讲到 AKB 辣台妹就是我啦，对，好讨厌哦，都是跳舞的。讲到跳舞，我昨天去
那个，我要抓棉絮，去那个打蟑螂在那怕蝴蝶，跑步，很久没跑了。我昨天去参加就是workshop， 就是会有国外的老师来台湾开课，就是跳舞课这样。然后这个就叫做 workshop， 就是教一段跑舞。然后那个老师是就是很难请到的，麻烦，叫做阿米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那个老师是很厉害的，日本，他是日本人，日本老师。等我一下，我查一下。很难请，不是，就是那种跳舞老师，然后是日本人，然后就是你去日本还不一定上得到他的课的老师。然后就台湾的某一间跳舞教室的开幕，然后请他来上 workshop， 就是，我不知道 workshop 的中文叫什么，我看一下 workshop 翻成中文，就是一个课程啊，对。我不知道跳舞的 workshop 翻成什么，这是一个课程，就是他叫阿米塞，那怎么念？塞托，就是对，反正就是去日本还不一定上到他的课的，然后就难得邀请到他，然后来就是台湾 workshop， 对，然后。是这个老师，就是长这样，他是看一下，反正他是真的很厉害，就是好，然后对他很漂亮，很可爱，他很可爱，他教课时很可爱。然后去上的呢，去上他的课的，去上他的那个，真推喂，你们真的是看到漂亮的就真推吼，这些。然后他来台湾开的 workshop， 然后去上他的课的有很多都是台湾的。跳舞老师 Polo 杨，你真的是听到漂亮的就要这样。等一下，跑不出来哦，这个，真的是妹妹喂，宇智波杨，然后就是很多。台湾的跳舞老师都去上，真的很多都是那种，就是我看到就是哇，他怎么会来这边的那种老师，对，就是很多老师都去上他的课，所以他其实是老师等级的那个去上他的课，然后因为他们最后就是那种 workshop 最后其实都会选几个人上去跳。就都会选几个人上去跳，然后谢谢 Marie 送的枫叶，然后去面临感你是怎样？如果真的漂亮，你就要真推是不是？然后他会请就是几个人上去跳，然后我竟然被叫上去跳嘞，竟然超扯的。超开心的，他那时候就因为他前面两个都先选老师，就是也是那种我知道是谁的老师，就是都是老师等级的，都有在教课等级的，然后结果他就叫了两个之后，然后就绕到我前面，然后就叫我上去跳，然后我就，哈哈。怎么会是我那个叫错吗？我想说，我一整个大问号在头上，然后就，
就超奇怪的，老是想凸显他自己，没有，他没有下去跳，他会教完之后，然后分组跳之后，他会看人，看哪谁跳的比较好，然后就一次叫可能三四个上去跳，然后最后他才会再自己跳一次这样，然后他。我们那一组是三个人，然后前面两个都是老师，然后最后的话，然后他就叫我上去，然后我就，超傻眼的，整个很尴尬。昨天栗子叫你推他，你要怎么？破羊，你真的是不行，你不是说要单推吗？不能欺骗我的感情，破羊。一云的话不意外，没有，我连我都超意外的，超意外的，我真的超级意外，就是我真的就是因为其他那个什么，他真的选出来，其他都是老师，真的很多，然后他就突然叫我上去，然后就啊，我吗？我整个很傻眼呢，我超开心的。对，这是我昨天的一个近期快乐的事情，不想单了。他变心了，对呀、啊，变心了哦，Polo 羊，我就知道你那时候动漫节的时候真的是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不会单。啊，不会推其他人哦，真的跳得不错，没有，真的没有跳得不错，我真的还差很多，真的。升写整本都云云的，看起来密集恐惧症，不会啊，我家里有一本整本都我的，我看得很开心，没有，自己讲。看着一堆英语对你发笑，然后还要看那个植树节，我拿着那个铲子这样对你笑。谢谢小琴的分享。影片拍起来之后你再乱跳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觉得我在乱跳。不知道，我期待看到影片，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真的旁边都老师啊，等级就不一样哦。你也都指定是没有啊，别人的放一本啊，自己的放一本啊，没有啦，我没有纸笔，我干嘛拿纸笔？我自己签不就好了？我自己每一张纸笔哦，我跟你讲，会被雨杀掉。你也知道，你真的是我的那个铲子在等你哦，follow 羊。还保留得很好，我那个我以后吼，我以后想说拿那个我的那一本，然后全部签名看可以卖多少钱，搞不好卖不出去。弟弟说不接受弟弟，你这个知名大弟弟。诶，看一下，那在哪里？你知道那时候我去上课的时候，然后就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有谁去上嘛，然后结果就叫他是叫名字，然后进去，然后就突然念到一长串，全部都是老师的名字，我就。啊！全部啊，超恐怖的，真的全部都是老师的名字，我就整个，妈呀！我怎么要跟他们一起上课啊？卖你 50块收，卖不出去还多收2张，喂，那就是意思就是说
不能卖好吗？Polo 羊不行。诶，他不理我，好。这是什么？突然有一只博美犬炸出来，这是怎样？这样吗？雨枫前几天说他不要我的生鲜，塞回去，塞回去，不行。今天主题是跳吗？不是，我只是在闲聊，等一下才会进到主题。单推一云相信吗？我记得 Yuki 你好像是因为被 Grace 推进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也没有去，我相信你，你不能骗我。上庭晚安，好久不见。单腿看直播的时候，好的好的，在看博美犬，没有，是那个博美犬突然蹦出来，我就，怎么有一只狗？继续单腿好了，这对了，Polo 羊哦，对啊，我记得是被 Grace 推进来的，什么条件？上次不是有来，有吗？我怎么记得你很久没来了？上次也是上礼拜四的啊，很久不见啊。看一下，到底为什么没有嘞？现在没办法买，为什么？找一下。是怎样啊？这个真的很讨厌欸。尽兴茶，这是谁会拿到？哦，那个蛋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，有一颗很恐怖，有一颗很可爱，对，差很大，对，没错。可以，那你就来嘛，上庭真的是，是柔君做得好，你就来就对了哦。蛋可以吃吗？你可以看看，据我所知是不能吃啊。如果可以吃，你们就不会拿到蛋了。林一双马尾好可爱，他现在双马尾是吗？看一下，啊，对，就是我昨天跟老师的合照，但很可爱，老师真的超可爱的。来去看。好的，小晴，这个只有蛋壳。对啊，如果可以吃的话，也要安利我们朋友来看鱼。来吧，都来，都来，呼朋引伴，一直狂安利很烦。你以后就说你有来看，但是你真的要来看。本人看起来很可爱，对啊，很可爱。本人看起来很可爱，玉很可爱。我知道。这很开心耶，然后全部都流汗，好好笑哦，整个流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要戴帽子跳舞吗？因为有时候流汗啊，那个头发会很恐怖，会整个一丝一丝的，然后在这边这样，所以戴帽子呢就都看不到了，就都把它遮住了，所以戴帽子跳舞非常重要。易云不可爱，应该是漂亮。看起来像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，我看起来我比较老吗？谢谢月月的分享，
但敲不碎，对啊，敲不碎。一直说我是他神的 终于，只有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他才会承认我是他神推，真的是。照片不像直播的样子，有差吗？差在帽子吗？头很亮，头很亮是怎样？啊，美玲来了，咪嘞！喂，泡泡羊，你真的是。看起来比其他成员年轻，哪有？我老诶、欸。哦，柔君来了，偷看听不到钟，上班还偷看，学中文小，学中文小伙伴，加油！比某些升学好看，升学哦，对啦，升学，嗯，我不予置评。Andalod 是这样念吗？别说你刚刚说什么，好的好的，工程。你说那个复活节是吗？哎，复活节就是那个啦，感恩节，感恩节。谢谢柔君的 love you。Hello Jack，屈原，Hello，马友的中文快比我好。我有在进步，应该有，我有进步。升学拍好看一点，让我想想，有啦，最近拍的有被工作人员说好看。嗯，我就先透露是7月，应该是7月，然后被说拍的好看，对。偷偷跟你们讲，看得懂日文吗？我看得懂，看得懂，好，两个档次，喂。感恩节的英语画的图，感什么是感恩节的画的图还不错吧？哪个工作人员人那么好？喂，他是说真的很好，他是说真的不错。等7月，不是鬼月，不是，不是，no，不是。想去，好的，拜拜，荣军。Lolly 晚上好，之前不要买，还是要买啦。7月不是中元节，你们真的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学过，可是后来就是很久没学了。すごい。ありがとう。哎，可是我以前学好像大部分都是。跟长辈讲的，好像是吧？以前的关系，就以前就是说"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"，然后突然说"お疲れ様でした"，就是这样。我最先学会就是这2句，因为不讲会被骂。是复活节，不是，是7月多。会五种语言，五种语言没有，哎，
英文、中文、韩文、日文，四种啦，四种，台语吗？好严格的英语家，没有没有，是在以前的，就是很久以前要学，然后就，7月之后的，可是这次是买什么？那个什么植树节？复活节是吗？复活节，我不知道在那个5月是，6月是什么？完了，我完全忘记。等下等下，这次是卖什么啊？复活节嘛，这次是复活节，然后在5月，然后六月是什么啊？完了，6月是什么？端午节，7月，对，7月8月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今年的全部在植树节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分开拍的，分开拍的，我没有破梗呐。你们直接讲端午节，我想说6月有什么节而已，没有没有破梗，我只是在想我到底拍了什么。破羊在卖庾澄庆，喂，什么？哦，我刚好看到什么价格请示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哦，不能这样。什么时候学日文？没有，是高中1年，2年前，还是1年前，有学过，但是其实忘光了啦。我只是大概大致上看得懂。谢谢逍遥的追踪，Hello 修泽，扮成重泽。三角形吗？这样吗？就拍来跟你炫吧 柔君的那张，我明明就签的很好，他一直嫌弃。知らなかった。现在知道就好。刚2年，很久以前呢。1张50可以。感恩节会扮成什么？感恩节上次是那个格子衬衫。确定意云的徽章，真的吗？定起来。50还嫌贵？你们真的是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感恩节这个，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感恩节的重点应该就是我们画的那一个吧，就这样。可能重点是那个，一整个说真的啊，他一直嫌弃我的签名签很丑，有一个包包都是别 TP 的徽章，然后就有我的徽章在上面嘛，耶。还画那么，哪有我把它塞满啊！我的云，我那一朵云，我跟你讲，我把它塞满。Polo 呀，你今天是来卖东西的，是不是啊？过分！阿贵仔，晚上好。要被家当，真的是今天是来清理东西的，是不是？直接放办公室桌上，哦，江白。对，
哦，对，跟你们讲，我今天的主题呢，其实是我要做一个美食地图。对，就是美食地图。肉骏他很高兴的，真的吗？真的是，他每次都心口不一。主题不是一直想要，没有，我要来做一个美食地图。就是呢，我要画一个台北地图，然后台中地图，因为我目前只去了这两边，然后再做。会放 IG 吗？我做好的话，我这个呢美食地图我应该会分很多次直播做哦。我的画画能力，我这时候又要饿了。没有，就是。为什么韩餐馆很好吃啊？韩餐馆，对啊，我觉得他的东西还不错啊。我们原本还想去二房，可是他有一天就没有，就是还没开，我们太早去了。我今天在七七群，为什么会在七七群？草莓食物的美食地图，哎，心有灵犀。台图鱼在中正纪念堂那边，我差点要讲中正纪念馆，中正纪念堂站那边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做个。哎，你们要看我现场画画哎。好酷哦！台北市，我要先来做台北市。不错，我看一下。够了！救命啊！歹徒在台江口的，嘿！那里人都好宣传我，哦，小江好怪，肯定要吃遍台中。可是我才去过一次，所以知道的不多，就是我有去认证过的不多。我还跟你们是当这样，我要把这个画在我的本子上。来了，各位。哎，我有拿笔吗？哦，我的笔在那边。等我一下，我先画地图。你怎么到处陪着？你根本想看他们的直播。我拿笔来了。台北市地图还算好画，真的吗？哦，我的膝盖，我的膝盖。哦，对，我现在那个什么。脚发炎，阿基里斯腱发炎。是什么高二？高二的时候，我的那个，哇！高二的时候的那个立可牌，学校突然找到拍立得，对啊，回来看云，Hello 上庭，欢迎回来，云 是我你老婆，哎呦，我要截给面面看。看起来好美，思源说：“喂，怎么思源清纯的一人，真的以前长这样我觉得这张好有 feel，好像那种不知道60、70年代的那种妈妈那个时期的照片。
我要来画画地图。跟你讲，我要怎么画？我要把它盖在上面，我直接描，聪明吧？五元收哦，你们真的是，但是欧语，这样哦，我好聪明哦，我是聪明人呢，我，可是这样有点难，怎么办？我英镑哦，那是英镑哦。英镑是乘以多少？30？那这样很多哎。哦，这样啦。哦，给，喂，这样，哦，太棒了，啊呵呵，36吗？啊，差不多呢。那这样 OK， 那个价钱 OK， 还蛮多的。不对啊，我怎么可以这样的？那是无价珍宝。这样，哦，聪明，我是聪明人。又怎样？有蝴蝶？没有，是他一直跑掉，我很生气。我要来瞄他。我会不会连瞄都瞄不好？我觉得有瞄有点困难欸，救命啊！怎么办？啊！怎么办？哎哎呦喂！这什么？啊！他会跑掉。因为有妹妹？没有，我没有妹妹，是他们乱讲话。就是。我黑发的时候是易云的妹妹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定义是这样吗？每次都把你们在讲易云妹妹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，应该蛮高兴，建议你拿地图瞄。对啊，我在拿地图瞄，我正在瞄，然后他又跑掉了，吼，我生气哦，他还荡掉。他整个荡掉了啦，哎呦，好，真的是，算了，我继续瞄。啊，到底，好，我要继续瞄，我快瞄好了，其实瞄这个蛮快的，因为就只是在瞄嘛。耶！喂！啊！这样。天啊！哎，我发现我很有天分啊！应云喜欢粉丝做应援服啊，当然喜欢啦、啊！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应援服，就是我的应援服。我要看看。雅思。比较可爱的时候是易云妹妹，端午节雪珍穿成粽子，然后有人穿成香包啊，然后有人穿成粽子这样。存在于可爱是易云，这样念起来不一样吗？大家都有分身了是吧？小眼妆晚上好。比较好看的时候变成妹妹，喂。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做美食地图，都有天分，都不会穿，为什么呢？朋友呀，有人穿成屈原吗？屈原太正常了，而且也不可爱。穿成粽子比较可爱，我要吃，我要肉粽，我喜欢吃肉的。啊，
我要生气了，他是怎样？这个酱吗？我刚刚是酱苗的吗？哦，好像是哦。截图好了，这样，不要瞄这么像，不要，我是，我需要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在哪？我的美食地图要，不知道哎，我想的美食地图就是。看他在哪一区，我就画在哪一区。在你生气，生气气炸鸡。你在，我没有生气，我不是哦，那是怎样？真的是没有，我在画列清单，可是列清单我都列过啦。不管，我要练习大家画画那个地图。我不管，我要画地图，我就是要画画。我剩3个区域就画好了。是吗？我是剩3个吗？哦，我剩4个，还有一个文山区在下面。喂，火山区太奇怪了吧？啊，好，就这样，不管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哎嘿，我画好了，长这样，台北市。文山区标注蝴蝶大学，蝴蝶大学在文山区啊，不是在，不是在中正区吗？在跟子对话。用我的脸做衣服，可以啊，你。整张脸吗？可以啊。你看吧，长这样很好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哦，好累哦！救命啊！好累哦！我要来，就是背头。可是我写名字是不是就会看不到？那我想不想？等一下，写名字的话，想要怎么样应援服？就名字啊，就名字啊，不是名字，我在讲什么？脸，对，就是头，我的头，可是不要整颗大头，就是可能，就是头在，就是反，不要把我的脸放满版的就好了，是吧？然后北投，我先写北投，反正我北投没有涉猎。北投40，然后嘞，内湖40那么大，我都不知道哎。中山，哎，我后来发现中山区的英文就叫 Nakayama，哎，好像是吧。日文，就是那个捷运站播的时候，然后中山就到那开央嘛，然后就觉得很酷，因为通常不是会照翻吗？就是内湖，然后就叫内湖这样，然后中山叫那开央嘛，哎，可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，
松山是不是叫马自亚吗？穿出去会被笑，为什么会被说这是谁？怎么那么漂亮？不放，好啦，那就放满满图。被张的抓，拿玻璃当的，脸会还好啊，波尔羊你又不胖。黑哥晚上好，谢谢黑哥的分享，谢谢修泽的分享。不是，真的不是直接音译耶，他是真的日本的那个日文播音是真的播那个样吗？反正日文的车站没有，对啊，台北起，穿不出门喂，到处都 Saki 啊，很好诶，到哪里都 Saki。中正、大安，可以，我的安，信义。哦，新一区在这哦，好近哦，南港、文山、当将、登登，AQ 无所不在，新一三板桥的话，哎，好像是哎。什么直接说一元府？谁要你问？高雄捷运的巨蛋站是什么？可是一云会手语，一云会手语，很久没练了呢。我要先来看一下我的美食地图有啥。咦，这是怎样？哦，它整个荡掉，先这样。我来查我的 IG 林忆云，这里吗？诶，在哪？为什么没有我的 IG？Tokyo Milkcheese Factory, Kaohsiung 啊，这种台语客家话都是巨蛋。林忆讲，我其实也可以加入一下，是不是？北风南山不要起来，等我，我找一下。我先从偏远地方开始，我要来看我的那个，我都没有 check factor，我没有标那个一云实际，突然看到怎么这样？喂？这是。舒适圈，我看一下它在哪。六张犁，还有分偏远的，我是说远离信义区的。欸，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应该要叫那个？哦，算了，来看一下。
这在大安区，看一下。我要怎么写啊？突然想到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先把它写起来，然后到时候再看。我先把它写起来，这个是在大安区的舒适圈。舒适圈，哈，新北市在台北市南部，是在台北市外围。谢谢，没有，不是我口误，我口误。哎，还是我按照那个啊，就是那个捷运站名，然后做那个地图。真的，这样吗？和平东路，这样，然后嘞，我还有什么？啊，它点掉了，弹涂鱼，这个在哪里啊？沼泽，在中正区吧，大阪实际地铁做的。终于入境，哎，你这样很快哦。不会有我要答案什么？哦，想做文员，不到底喜欢怎样的？怎样的哦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你开心就好。我什么怎样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设计，好难哦！有选择吗？应援服，我现在印象中应援服都是大脸呐、啊，都是大脸的。应援服，不是啊，不是都是大脸吗？等一下啦。有什么啊？哦，漫画形式的还是真人版的？漫画形式。可以。哦，可以，这我写吗？我要等一下哦，漫画，哎，漫画大一点，旁边有漫画大，我要漫画的，哎，你们这样看是正的还是反的？哇，以前有设定过，可是现在是新手机，我现在不知道它是出来是正的还是反的。我要漫画的，然后加名字，正的。长这样，漫画加名字，名字一定要的，是吧？对啊，废话。哈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样就好，对，漫画加名字，没错，漫画加名字。什么一时大小，直接把美食地图印上去，背面印我的美食地图这样。可以加炸鸡，
邓家炸鸡，这是前面前面这边是印我的漫画的，然后后面印一大根炸鸡。有客人的你，好的。哦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哦，袖子在炸鸡。袖子在炸鸡后面有美食地图哦。可是这样有广告嫌疑耶，这样怪怪，这样不对。长这样，漫画前面漫画加名字，袖子炸鸡，对，还是要背面都是炸鸡。对啊，如果背面有美食地图，这样就有广告嫌疑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行。死都不会说，哎，破了羊，真的是。哦，对啊，如果美食地图有新的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后面背面那个啊，后面偶一讲，这只。就那只，我之前最原始的那只。你唱给人家，不会有人脸啊，就漫画，漫画的。还记得偶一酱？对，我还，哎，我签名就是偶一酱，我怎么会不记得他呢？不加名字进去不就好了？哦，也是哈，我可以画那个。然后画那个一点一点一点，阿苗色的，多爱他。偶一讲感觉可以，后面画放偶一讲，后面放偶一讲这样。我画一个简略偶一讲。哎，偶一讲头上是什么啊？一个。这个吧，长这样，这样画图上去就是那种图，然后这样，就是前面袖子背面。这样画的比真写，哎，我刚刚只花了5秒钟画，哎，如何？哎，很可爱耶！玩，这样哦。哈，哎，这是人，然后这样好像什么普通的班服之类的，人跟名字这样吗？这样，炸鸡，张哥哥。等一下，你看我的炸鸡，哎，好好笑。美食地图，可是也要看我美食地图做好是什么时候啊。美食地图，你。我可是我不知道美食地图做好什么时候哎、欸，好，我画一个认真的炸鸡，这样吧，好像没有比较好，算了，随时都可以参考，就看到什么吃的，还要这样看背后。美食地图，
我现在想是要做这种的，还是做那个捷运图啊？捷运图嘛，可是捷运好多、哦。捷运，哎、欸，如果我这样哎，我画一个大爱心，然后台北有几个图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，十二，这样。这样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，八九十，不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。哎，其他地方没有啥，我没有是口误。完了，糟了！我想要做一个大爱心，然后把那个行政区放在里面，然后。这样也不对啊，这样真的是，这样真的会变成广告哎、欸，这样怪怪的，这样不行。这样吧，还是这样，然后爱心上去。哦，好，就这样，我知道了，我了解了。哎，到时候就可以放，对啊，不是啦。那时候就放一个，然后莫名其妙几个点在上面，这样莫名其妙几个点在上面，然后就是我的美食地图，懂的人就知道是什么了。这样吗？好复杂哦，算了，我要继续看我的美食地图了啦。中正纪念堂站，这是中正区，沼泽滩涂鱼。中正，中正纪念堂站，南昌路一段。74巷。穿去店家也看不出来，应该是看不出来。谢谢林元杰的荧光棒，在红树林上的红树林新鲜的弹涂鱼，你们要去抓弹涂鱼吃吗？就直接这样咕溜，然后就抓不到，好新鲜哦，妈呀！哦，这个妈吉的。我看一下马吉得在哪？应该是在信义区吧，马吉得在信义区。嗯，哎、欸，台
是信义。マジで。哎呀！松烟松烟店，忠孝东路。贪图于生鱼片，好恶心啊！谢谢秀哲的追踪，我画到我的书包了，完了！啊，我不知道地址啊，在哪一站啊？那边离市政府站好像比较近哎，写市府好了，市府站。然后嘞？这是什么啊？完了，我不知道店名。书包居居。对啊，书包有一点呢，而且还越来越大点，它渗进去了，完蛋。哦，这个好像，我以前的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日式照烧野菇卷饼，这个是在以前的，是2018年9月7号，这个是在有一个早午餐店，我有 po 过，那个是日式照烧野菇卷饼，它叫什么 Mr. Papa 还是什么的，在后山皮那边，日式照烧野菇卷饼，也是在公司楼下，不是？日式照烧野菇，我直接查他在菜单，因为我也有点不确定。野菇。欸，那家蛮好吃的，我现在看到突然想吃，突然肚子饿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想叫 Uber Eats， 对，叫做 Mr. Papa， 然后是在，我记得没错的话会是在后山皮，你们有看过？就这家，我很久以前 po 这家，不会吧？哦，好像我以为画到这家。这家，不是，没那么久，这是9月7号的时候，对 ，AKB 了，知识有什么知识？对，在后山皮那边，后山皮是信义区吗？对，信义区 ，Mr. Papa， 后山皮，哎，皮是土布，我写成石布，哎，好丑，松山路467，哎，永春呢？他说是在永春站呢。你看我现在只写了那么多，好多，我怎么吃那么多东西呀、啊？我觉得，我真的要花很多次直播写了。食不念杯，徒步才是皮，好皮。我觉得我除了直播，我要自己做才做得完。没截图到什么接什么？哦，你说这个吗？我现在才写了4家哎。不好吃，怪异，哎，很好吃。Hello， 冰的，55分了，没关系，我今天晚5分钟开，上课来做。
上课直接在那边自己找，这叫什么？完了，Tiffany，难，推的真的不错，只是吧，会贵吗？你说这家吗？这家好像就早午餐店，不会很贵。谢谢玉人送的枫叶。文献目录汇编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好长哦。Tiffany 蓝的。的早午餐店。早午餐。千金羽的不贵，还好还好，谢谢玉人的枫叶，找天要去试试，真的可以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等等，它是在松山区，南京三明站。松山，公司楼下的了，没有啊。公司楼下有吗？Polo 羊，你都去送人家礼物，你都没有送我礼物，哎、欸，我真的画到了、欸，糟糕，是等等，叫做微微。可以做成 Excel 店名的，太好专业哦！妈呀，好的，谢谢 Polo 羊的一片枫叶，很好哎、欸、你。他是在南京三明站，南京东路5段。66巷，哎、欸，对，它超隐秘的，28号，它整个就是进巷子还要再左弯右拐的感觉。谢谢冰大送的贵族玫瑰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吃好多、哦，好讨厌呢。我还有一堆没有剖出来，第二片就不理。什么？你就送？哦，两片，好的，谢谢 Polo 养的两片枫叶。都躲在墙里，对呀、啊，吃太多学不完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多哎、欸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我你没有那个吗？就是西门的冰店，那个应该不用写了。那个什么三兄妹是不是？三兄妹冰店，然后这是什么？金沙巧克力松饼，冰果甜心，嗯。冰果甜心，可是我觉得它还好，就是甜点吧。它是在101站 ATT 那边，然后是松寿路。冰果甜心。金沙巧克力松饼，哦对哈，牛肉面，什么丢了也没用，丢了有用，丢了有用的。把店名地址给他，
好像也是哦，不要，我要自己画画。我最近突然很想画画。哎，那叫什么？哦，富宏牛肉面，对不对？西门。西门的富宏牛肉面，享受便当多一只鸡腿。对啊，我就可以多买一只鸡腿了，真的。然后为了让我再吃更多鸡腿，谢谢鹏阳的枫叶。就是为了让我吃鸡腿，再多加一片枫叶。店名加推荐，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个里面，然后我吃了什么推荐？其实也是，哦，你们好聪明哦。没有，等一下，可是我还是想画画。也可，我现在目前只有长这样。叫做大安中正新义区，新义我还没有用好。吃鸡腿配树叶，你说配枫叶吗？然后这边，哦，比较想知道推荐，你说里面那个。哦，好啊，我下次做礼拜四。礼拜四我就跟你们讲我推荐什么。谢谢朋友杨的枫叶，够了，好的，总共几片啊？四片是不是？应该就你不会，我这个人才不是三分钟热度，我这个人不会那么快就腻的，好不好？再送就不好玩，为什么？诶，这是，他说这是葡萄柚口味的口红胶，突然找到，也不知道谁买的，手滑，你还不够滑，哦，你要再送，然后我才要手滑，谢谢枫叶六片，诶，一二三四五片枫叶。不小心点到，点到好啊！感谢 Polo 羊的手，口红胶还有葡萄柚块，不知道、啊、我刚刚突然看到，然后这根是什么，然后就上面就画一个葡萄柚的图案，然后就打开来闻闻看，然后还真的是葡萄柚口味。对啊，又要五分了，还有两分钟。所以我下次就把它。什么整理好，再给你们看，然后再来画画。谢谢贡献五点，没错，感谢贡献五点。还是你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好了。黑头发的时候，哎，真的是，这是几年前？去年啊、哦？去年吗？应该是去年六月之类的，对，长这样。刚那个好远，看不到人。去年，妈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，很像哎、欸，真的很有那个时代感，那种时代的感觉。时代的感觉，那是二年级，高二，对啊，就高二的时候啊，所以应该是去年六月之类的。还你黑发一，黑发吗？小张读书没有，我那时候在写卡片的样子。我那时候在写卡片，那时候要就是干部交接，社团的干部交接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，我什么都还没有，因为好像要写那个交接卡片。Grace 吗？晚上好 ，Grace， 谢谢你送的我来签到。苹果小精灵的大神甜甜，晚上好。反正那时候就是要交接，然后我就想说完了，我都还没写，然后就赶快赶出来。
很紧张的，那时候我真的记得那时候是超赶的，因为就说要写卡片，可是都没写这样，然后就赶快赶，所以我那时候还是很认真的在赶卡片的。黑发大概省特，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快长回来了，你看我的头发上面是黑的了，上面已经变黑。头顶这边新长出来的 ，Hello，已经5分了，大家，我要去吃东西，我好饿，黑黑又肉肉，我哪有？好的，各位，再见，谢谢林肯接送的再见。Hello，哎瑶瑶，快去吃，很饿。星期四见，对，星期四见，星期四见，拜拜，拜拜，Jack，拜拜。排名，对吼，排名，我忘记了，我有时候真的会忘记排名诶。第十名是，他不让我，他不让我。思源第九名是卡车，第八名是 Marine，第七名是 Polo 羊，第六名是柔君，第五名是鱼豪，第四名是北极星，第三名是玉人，第二名是林 NJ，第一名是 Grace，聪明如意。就说送礼也没用，有啊，我有念到你啊，谢谢林元介送的掌声鼓励。上课没吃地图画起来，好的。思源，思源，对，好，我有时候真的忘记，还要记得提醒我。我记得我上次有忘记过一次，然后我关播才想起来，我好像没念排名。好啦，各位，拜拜。礼拜四见，礼拜四见，拜拜。三、二、一，拜拜。再开播念，不见喂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再次，三、二、一。